杨丽，我们来比一下谁更坑吧，好不好？这个，这我还比得过你啊！哎呀，真的是你不要在这里信口开河，肯定是你更坑。哎，实力说话好吧，我也不跟你扯嘴皮子功夫了。你要是出现了，你就没得看哦。今天看谁坑啊？说什么？你快点倒是进来呀！我进来了呀，我点个重生。真慢，就你最坑，就你最慢。哪里？这是双人合作吗？三人合作啊。啊，那我这岩浆怎么过去？不是说三人合作场合吗？怎么现在又变成靠我自己了？我的天！你真的是太秀了。哎哎，我过来了，但是是吧？但是没有开关啊！哦，在水里，在水里。哎呀，你看吧，自己在那里看戏都不知道在干嘛。哎呀，原来我也要走。就是他。原来我也要走开关了。哇，是真的坑呐、啊！我服了这个人，仅在这里嘲笑我，不能怪我呀！真的是，我哪知道这个是怎么玩的？真是的。而且好像这还要得计时啊，上面时间快跑完了。那要怎么过去啊？哎呀，我的天，去哪里找啊？小星星，你要踩到上面那块板子上。对，我也要踩，踩到没什么用啊。然后呢？小弟，你真是太搞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在这里真的是动不动就那个啥。还有人作弊啊！哇。哎呀，小星星，你怎么一下就被我给抓到作弊了呢？我这技术都不作弊。表弟，你快去拿那个箱子里的东西。怎么样？你看，自从你安静多了，我这跳的也顺畅多了呀。好，我接下来我不说话了，我不帮你的忙了。我得放哪？放这边。来，哪里找开关啊？请进，请进，客官请进。
哎，你看，全部人都要靠你啊，表弟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是见小狸花吗？我的天，我的天！好，我咋办啊？好，我找好了，我找好了。哎，我也找好了。你有没有那特殊的字？我的是好字，我的是好字，你的是什么？一共有三个字，一号有一个字，二号有一个字，三号也有一个字。好空迷你世界。有什么字啊？你是什么字啊，表姐？我哪知道我有什么字？哇，是真的坑，我受不了了！你快去找啊！你还在那，我去哪里找？去哪干嘛？去那你管找啊？这怎么找啊？哦哦哦，这里看到了。我是妈咪妈咪后，啥字都没有啊？啥字啊？去哪里找啊？那就是迷字吧，是吧？咦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我看看，要找到一个字，然后到下一关解密码，哪里有字啊？我的天，是迷你号吗？我要晕倒了。啊，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这里我看见了。我要晕倒，我要晕倒。这么小的字怎么找啊？我要晕倒了。啊！你来救救我。我猜是迷。表弟，你觉得对吗？要不我们一个个猜吧。哎，门开了，表姐。哎呀，那是哪个？没有，你好迷你。迷你好。迷你好。哎呀哎呀，我先过去。好迷你。我先。然后呢？啥？又有个字吗？好。你要等三号。把电影一千零一夜写出来，然后解给你。一千零一夜，电影一千零一夜，一千零一夜，一千零一，真的是吗？能不能信任一下啊？门没开啊！信任你的结局是什么，表弟？信任你的结局是什么？那应该是二号的问题。二号他说你有问题。二号到底是什么？完了完了完了，这是啥东西啊？完了，时间要到了怎么办？表姐，就你最坑啊！我要跑上赶紧快给二号看这个，快点去，你还是我的，难不成还是我的问题？完了，表姐就五秒了，救命。你好意思说是这人是表姐的坑，这是气死我了。表姐最坑。